者冯一鸣综合报道。根据美国娱乐媒体 E! News 报道，曾经演出《离经探案》《小姐好辣》等电影的好莱坞女星瑞秋麦亚当斯，不但热爱编剧男友，同时喜获尼尔。今年11月17日就要欢度40岁生日的她，在2016年认爱编剧杰米林登，去年11月被曝未婚怀孕，现在已经当妈妈的她到底结婚没有仍然是个谜。瑞秋麦亚当斯早期也是先从小荧幕起家，参演过一些电视影集客串，算是演艺工作起步比较晚的女星，以爱情作品闻名，并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瑞秋麦亚当斯当年得到的第一个工作是在迪士尼节目 Devin of Red Johnson 其中一集客串演出，当年她22岁。外形甜美瑞秋麦亚当斯戏路非常宽广，她曾和小劳勃道尼和演过两集福尔摩斯，也曾和班奈迪克康伯巴区和演超卖座超级英雄电影奇异博士，可惜始终离一线女星有一步之遥。瑞秋麦亚当斯说，我至今仍定居在加拿大，在好莱坞没有家，那里只是我工作的地方，现在在奔四之前终于当妈，应该也是寥寥一桩心愿。当妈妈一直是瑞秋麦亚当斯的心愿。翻摄自瑞秋麦亚当斯 IG， 瑞秋麦亚当斯左2016任爱编剧男友杰米林登，翻摄自 POPLE.com， 瑞秋麦亚当斯喜获尼尔，翻摄自瑞秋麦亚当斯 IG。